但写不好光字，老师去家里教你。我们写一个光，光彩第一笔写的粗重一些，居中，哎，这儿可以写的小点，所以挑出去的部分要小啊，小撇高。接下来这个横呢，还是有点偏左啊。我们写了好多这样的字，然后又是斜撇，哎，独立笔画竖弯钩。